准备好了吗？报告老大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里有些诡异，而且阴森恐怖，大家小心行事，千万别出。哇！真神奇，你们看我的样子。咦？不如你们也试试吧。不了。都给我变黑脸，我们是黑脸一族。啊！站住！好玩吧？乐乐，别玩了，赶路要紧。我总觉得这里不安全，好像有谁在偷偷看着我们。老大，是不是咱们的机器被发现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的肥肥有自带神技，等着瞧吧。谁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看到有个影子。什么也没有啊。志业，你是不是饿晕了？是乐乐你肚子饿了吧？还是深蓝了解我，我现在都饿得快没力气了。哎呀，我也没力气了，看来饥饿也是会传染的。明显就是想偷懒。好吧，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我们去找吃的。早点回来。喂，要不要玩捉鬼游戏啊？别，现在躺着这么舒服，我可不想动。刚费力最没用的人。啥？该小看我，我找人简直轻而易举。那你就是鬼，你来捉我喽！二十，十九，十八，十七，十六。三二一零。怎么了？我刚刚看到鬼了。你该不会输了就想抵赖吧？我是说真的。真要有鬼，怎么就你一个人能看见？是神兽搞的鬼，乐乐先变身吧。糟了，人不齐，变不了身啊！
只要我跑得够快，鬼也追不上我。你都是自己下来跑啊，干嘛要我提着你啊？喂，乐乐，怎么了？我们快回到营地了。有鬼在追我们，救命啊！什么鬼？乐乐，乐乐，快，我们赶紧回去。乐乐，你们回来了。这个声音太诡异了。变身就对了，钢铁飞龙，神兽武装。是山海型神兽肥肥，它长得像猫，性格温顺，从不咬人。啊！又不见了。这么容易让你发现，那还是我这个天才发明的东西吗？这是铃铛声。看来只能用耳朵来找。果然，身体虽然看不见，但铃铛声音却不是隐身能躲藏住的。
解决了，又是一次漂亮的胜仗，对吧？师爷，小心，人呢？乐乐，你现在的样子更像鬼了。升级完了没有？真没用，什么都要我亲自出马。基地自爆程序启动。小意外，再来。基地转移程序启动，准备升空。这个是有点难度哈、啊。老大，不好啦！什么不好了？都怪你们，喊什么喊？搞得我都没办法给菲菲升级了。那个司徒乐他们快要走出鬼脸森林了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赶紧拦住他们呀！在我把菲菲升级完之前，都不许他们离开。是老大。好累呀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呀？这里就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好吗？那我这不是没办法的事吗？你忘了这腿怎么弄的吗？谁让你没事去招惹带刺儿的树？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奇怪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你们看，那不就是扎到乐乐的那棵树吗？不可能啊，我们一直走的都是直线，怎么会绕回来呢？带路的人要认真点啊！怎么这么不负责呢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们拖着你走了那么长一段路，你还想厚着脸皮让我们努力点？乐乐，你歇也歇过了，差不多得下来走路了。腿呀腿，我对不起你呀，你的痛只有我懂，可就算有伤你也只能我就说不该惯着他的，那腿根本没事儿。哼，没有下次了。嘿嘿，老大发明的树木控制装置真好用，只要不断移动这些树木，司徒乐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逃出这里呢。嘿嘿，让我也玩玩。你干嘛？这是我的。放屁，这是大家的，让我来。我来我来我来。大家快警戒。啊，这是邀请我们跳舞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八成又是天王搞的鬼。对了，我们这样。终于升级完了，你们看，现在菲菲攻击威力超强，行动无声无息，我可真是个天才呀！恭喜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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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司徒乐那边什么情况？他们啊？
这是你们干的？不错，大笨，你干得很好。我都还没出马，你就把他们收拾了。好，那我就直接开去找司徒乐，正好拿新生期的肥肥去验验货。我们只是装作倒下，引你出了。可恶的司徒乐，别以为你占上风了，战斗现在才是真正开始。嘿嘿，又玩隐身，不管你躲到哪里，我都能通过声音辨认出来。哎呀，声音了，嘿嘿嘿，同样的错，你以为我会犯第二遍吗？糟了！没想到吧？我特地在肥肥的爪子上加入了高腐蚀性物质，但凡被肥肥伤到的东西。可就不仅仅是留个痕这么简单哟。可恶！嘿，呀，下降50%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我知道了。知道就好。
怎么关键时刻隐身能力失灵了？说什么傻话呢？你隐身多少次不都被我找到了？为什么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啊！混蛋，就算不隐身我也能打倒你。哼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我们继续上路吧。这次不用抬着你了吧？哦，我的脚，我的手，肯定是刚才战斗时受伤了，走不动了。又想偷懒，这次不会放过你的。哇，不要啊！我走，我走，不行了吧？哎呀！